发射器。Got it. See you later. OK， 这里人很多，我没记错。你看那个图案，好像那个。不要让平民发现你，他们会将你的位置透露给守卫。你或许是一名吸血鬼，但你也是个男人，所以你不能允许自己伤害手无寸铁的旁观者。所以我是女人就可以伤害手无寸铁的旁观者。可是你是男的。欸，你看，等下，你过去看那个图案，你过去看那个图案。什么图案啊？你没有觉得很像那个吗？哪个？英雄联盟那个召唤师图像。啊？英雄联盟那个召唤师图像有一个是也是把手打开。那个是别的手吧？那我先看一下那个是平民吗？那是吧，你再按一下。他是人啦，但是我要看确定他是不是平民。那些都是平民吧？你先试试看，他一开始说的就是不要触碰到任何装置，然后通过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外面可不可以走，走外面就好了。好，不行，对不起。那是水、欸。为什么不能走水？我水路。走水，你一下去就啪啪啪啦。不是啪啪啪啦，你就那个声音就啪啪啪。我发现你要吵啊！我。你看，你激动就会被发现，你不可以激动。嘘，不行，我发现你在我旁边叭叭叭叭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所以我决定还是慢慢来，一个一个。牵拖。我先把他干掉，他应该是。怪你家牵。他是警卫，我跟你保证他是警卫，应该是啦。你拿杀平民怎么办？是啦，你是警卫对不对？好啦，你是警卫。他拿枪，他是警卫啊，对。他有平民，他平民应该只有一只吧，就是刚刚站在那里的那个。好，有人过来了。我看一下啊。他可能在想他今天宵夜要吃什么。为什么是想宵夜？他们家这边还早吧？然后可能你刚进来的时候外面下雨又冷又热。什么又冷又热？你又冷又什么叫又冷又热？又饿。你到底是要说冷还是说热？饿。那边有个人，我真的把他干掉。这样走过去没有？那边有一个啦。哪一个啦？他那个前面有一个。我知道啊。你怎么办？你走这里啦。走这边。他走掉了。他走掉了。我那么烦呢。等一下，他要走回来了，我要先躲起来了。他另外一个人呢？他在看别的地方。我看一下。你觉得我这样走过去会不会被发现？你觉得我这样走过去会不会被发现？不会。好，走。好，被发现了，对不起。好，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技能？就是不能，真的很烂。喂，我怎么不见？等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怎么刚分心，只在时间上面？我不知道。等，逃啊！等一下，你比我还紧张啊！你是我在玩呢、欸。快弄！上面有。逃避哦，逃去哪啦？都是人呐、啊！我起来吧！我走啊！躲回门口啦、啊！我不用躲了。我快死了！可以快速回血啊！我快死了！谁？多人呢？等一下，他会不会发现我？会，他会发现我。等一下，左边有人，右边也有人。用到尸体，我用到尸体哦。吸引可以用到尸体，那就他们就去尸体那就好了。上面都没人了。啊，没人了。有吧？有啦。有了，我看到了。所以分心是用在尸体上面，好像是可以用在尸体上面，或是其他地方这样。躲在那个布告栏那边，因为这荧幕有点黑，所以我知道人在哪里哦。看到了，他那边躲一个人哎。爸爸，你顺过去弄他。我没有办法顺到那里去啊，而且会被射。会被射。
那是平民，平民，那是平民。平民，平民，看到。你走另外一边啊？那我看一下，我真要走另外一边啊。还有我讲。嗯。又没人嘞。又没人了。就过去就好了。我等一下啊！你比我还急啊你！对，要存档，我们先存个档好了。哎，我按不到 ESC 啊！哎，很多人呢。We'll just keep an eye on 那个手机好大好大，那个会叫，那个会叫，真的假的？会叫，你看，哦不会哦，哦是可以，他明明就可以拿，还会叫，我以为他会叫，哎、欸、我有超多，我有超多这个可以用的，我们来学一下招式啊，都把招式学起来好了，其他地方应该可以用吧？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个可以用。Eric, the elevator is controlled from the security. 那是不先处理安保中心，他是不会动的。No sign of the intruder. 这样有两个人哎，很难过，过不去啊。电脑可不可以按的？现在麻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能碰平民。有人在。后面。Halt!等一下。Show yourself. Come on out. 烦啊！You guys see anything? You can't see anything. Go on, find him. 他会不会？他会不会你顺过去，然后打，然后失手？失手什么意思？是没有打到。不会没打到了，白痴！按下去都怎么可能没打到？他顺过去，然后没有打到。先把这边干掉了。如果他看不到我，我这边，我哎、欸，他刚真的看下面，我没有骗你，他看。好啦，子弹很多了。We're gonna find you and finish you off. Over here, cover me, advancing. 不行，那边只要有两个人，我就没有办法。怎么蹲在一些怪怪的地方啊？是不是我蹲在怪怪的地方？是这个游戏只有几个地方可以蹲的，你知道吗？先回血啊！我没有技能，我没有技能点，要吸血，可是我没有时间吸血啊！哪有时间吸血 ？You don't stand a chance。他不会等下走过来吧？真的假的？好吧，等他一下好了。先，他能不能用分心呢？没有，我不能用技能，上面那个没有，应该会有两格的。我杀他好了。对不起啦。Grenade out！ 我们一招只能杀一个人了，我们就慢慢杀吧。He has to be back there。哎，还有闪光弹呢。变好亮哦，你不觉得很舒服吗？他这样哪会很舒服？这样眼睛会受伤吧？再来一次，看到什么问题？拖走。你知道我现在要干嘛吗？吸血。现在不能吸血啊，死掉的人不能吸血啊。现在是要想办法走过去那里。记得补，怎么记得补？存血过多不会，就是他就是跟那个这个游戏就跟那个什么很像，就是不会死掉。然后等一下 ，Not a chance. We're staying right here. 可以啊。直接伸进去好吗？不要，我要杀。真的吗？直接伸进去吗？干嘛杀啊？好。What the hell was that？ 对，他们好像不会追进来。对了。他们是僵尸啊，不会开门。Give me a chill, you know that? Stupid fucking machine. Not right.
欸，起疑了啦！有没有人过来？没有。这后面看起来怪怪的。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他拉走。哦，不要拉他就没事了。不能，我没拉他，他也会被发现。啊，你知道我都在这里是不是啦？哎，不要白痴啊！哦。纸箱也蛮强的，什么纸箱蛮强的？你说那纸箱打不穿就对了，蛮强的。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三只，三只打不赢。你要分心看看，看可不可以玩分心。分心，他们就会全部人都看那里啊。Have you got him yet? 有点浪费，我觉得。那混摇嘞？混摇是范围技。He's gone. Find him. 等一下，等一下。好像你混摇都放不出来。可以放，可以放。哦，对不起。太短了。什么都没放到。OK， 好，真太棒了。可以走回去。走了，走了，走了。等一下，人机。走了啦。我一进来就完全戒备了。先弄那个，后面弄后面那个。哦，好。先躲到另外一个树洞去。这里吗？对对，就是。他们走过来了，没有，他们往那边。先去把右边那个干掉啊！那边还有一个哎。哪里还有一个？走掉了，走边两个。Quiet here. Looks like the intruder ran off. 先把右边那个干掉啊！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他等会走过，他等会走过。没有没有，他没走。他们两个汇合了，他们要在一起了。他们要互相讲今天宵夜要吃什么。其实不用哎，我直接走过来就好了。Something's not right here。可以吃，可以吃，把那个吃掉。你要注意啊，按着那个注意一下。不会，他们不会进来的。我等一下把他拉到屏幕前面去。跟我走，不要老是，你看尸体软趴趴的。起疑了，给他痛快的瞬移。We lost a man here。啊，有人要进来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应该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直接站在门口弄他就好了。I last saw him over there。I got him。又来了，瞬了。不是，我没有用，我没有用，他自己，他自己，他自己，对，他自己耍帅，耍帅。Rose, I'm in the security center and the transmitter is attached to the server. 杀人，这只有这招普通攻击。对啊，杀人就是这一招啊。Yes, I have got a connection. Let there be light and end. 我觉得他好嗨啊。Okay, the security system is down, but I wasn't able to override the local comms network. That means the guards in close proximity can still communicate.靠得近的还是会过去。Head on over there. Go. 应该不会有人跑出来吧？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这边又有一些。你那个好酷，很像一个人影哎！不要乱说话啦！真的，你看那个是。这个是这个瓶子啊，瓶子的光啦，瓶子的影子。看起来像一个人。少在那边。啊，我拿一个这个智能电脑。明明就是 iPad。这个时候没有 iPad 啦，又头痛了。My head was pounding. I had the feeling that it was going to burst. The pain became unbearable. I crumbled to my knees. The darkness lurked, waiting to take me. Eric, calm down. 每次头痛就跟你说没事的，没事的。然后过一阵子你就没事，然后又。The angel came to my rescue once again.Its voice was enchanting, and it took all the pain away. I was fine again. The only question was, for how long? 我走错路了。你觉得那个天使会是谁啊？天使啊？你觉得天使会是谁？天上的狗屎。所以你像一个狗屎来安慰你，头就不会痛了啊？对。Hello. So, there. Can you hear me? Damn radio's dead. Can't get a peep out of it. I bet those idiots in the security center spilled beer on the server again.
因为他附近没有人就可以。其实我一直很讶异耶，干嘛？为什么我们在吸他的时候都不会叫？他会叫啊，只是叫不出声。这样。所以我在吸你吗？没有。你不要乱吸人。这个天使好忙，他一直出来制止我啊，保护我的同学。Derek, I can't take you all the way up. So he has a separate security system. The elevator has a separate security system. I can't access from here. Just what I wanted to hear right now. Don't worry, I'll get you up to the offices. There's an internal staircase there, which should take you to the top. Oh, watch out, though. There are sure to be more guards around. Don't worry. I don't think they know what they're dealing with. Or what? 对啊，我们就会知道一堆警卫。会啦。我就开一个能力，就可以知道有没有警卫啦。RF， 这是什么？哦，那个是 video。是啊，这里有什么东西？看看。没有猫啦，别乱叫。这里门可以进去吗？这上面就红红的，最好可以进去啦。为什么红红的不能进去？要蓝蓝的才可以进去。为什么不是绿绿的？通常不是绿色吗？蓝色。Just relax。留意哦，他会吸引。Sit back and get your everyday. 他们弄得好像他们是僵尸一样，有声音就转头。Rose, the door is locked. I can't go any further. 你看他俩弄的。Sorry, Eric. I'm afraid I can't help you out on that one from here. Look around the office. Maybe you'll find an access card or something. 管了。哎，是有人啊！你要走刚刚那个绿色灯出来那边。哦。走一个，吸他。There's something there. 吸他哦，可以飞过去吸他吗？啊，不要吸他，你能量都满了，算了。那就揍他。揍他，揍他，揍他。飞踢哦，要飞踢哦。好、哦。叫你飞踢。我也想啊，可是他就这样吗？有人，有人，有人。哇，很多很多人。这样。准备没有？对啊，所以你的起疑应该可以放在机器上面了。行了，等等，我先出来。有点麻烦，两个人。Wait a minute, what is it? I want to get something. 两个人要怎么打、啊？三个人啊，后面他在隔壁。Radio's gone. Now we practically have an emergency here. Oh come on, you know no one in their right mind would ever attack this place. Probably those two idiots down there chipped over a power cord. 两个笨蛋可能被电线绊倒了。所以就死掉了。他们都好乐观哦，但就被电线绊倒，然后就死掉了。他们都好乐观呢、欸。对啊。什么？哎、欸，我们停电了哦，他们把啤酒洒在上面。对啊。他们两个没有消息，被就算电线绊倒了。对啊。太乐观了吧。可是我在想，这两个要怎么干掉？他现在没有在看啊，他现在没有在看。没有在看。他在喝，他刚才买饮料就不攻击。Okay. Let's go。烂。根本不用打他们两个、啊。我的天啊，有没有，有没有机器突然叫，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嘘，你不要嘴，白痴，讲机器会叫，白痴，就是你这个白痴，进来了，嘘，好多人哦，技能三七五十七八九十一只，然后后面旁边还有两只。两个，好，好，两个，好，拢来啊，拢来啊！I guess I was wrong。你赶快走，你赶快走，他等下走回门口了。我要走去哪？这样。先打那个，他要走进来，他要走。他不会走进来，他不会走进来。被使用了，按一下。开灯，关灯，开灯，关灯，关灯哪？关灯。他都没有感觉哦、喔，开灯了啦。关哪有啦？是开灯了。关灯哪？那边那么亮，这边那么暗。欸，嘘。上面有人，会被发现。走楼梯上去好不好？好，走。走楼梯。我把那个踢倒。谁？哦，那边。上去。不行啊，上面有一个人、啊。上面没有人呐、啊。可以直接上去，你知道吗？好，你要上，直接上去，慢慢走、啊。这样上去比较快，白痴哦、喔。上去，你等下看到人就吓死。不会。可是上来干嘛？观察一下。探勘就对了。明明就离距离比较近了，你还在那边等。好，走这边，好。我是告诉你进入哎、欸。我没有看错，这边那么多人哦、喔。哪有？是那边只有两个。这样有一个，这个要怎么办？等他过来，等他过来，他一定会过来。然后就瞬移弄他。瞬移弄他吗？瞬移弄他吗？好。好，OK。奇怪，为什么他把人家摔在地上也没有声音呢、啊？
我们可以拉着 尸体哦，等下它会不会飞起来？你把它丢到楼梯上。这才是最好玩的游戏，这游戏最好玩的，我猜就是拉着 尸体了吧？没有比这个更刺激的了。你要把它丢到楼下去。我们给他摆个好 pose 好了，你手过来，哎、欸，什么？我要拉手，还可以拉头，你看，明明就是拉肩膀，哎、欸，他呈现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你为什么？我要让他有一点 feel 啊，那脚在，哎呦，哎呦，你看他，你看他把手放到屁股那边去了啦，他就是喜欢这样啊，哦，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 pose 哎、欸，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 pose ，哦。Is someone sneaking around? 你要是一拉回来，快点！谁？真的？我太凶了，我太凶了。好。OK OK 好。再来，把他叠在一起，把他们叠在一起。好 OK OK 好，没问题没问题。感觉他们感情很好。好。当然没问题。你要一个在，就是你要他的脚在，对，哎，这样这样这样。对对对对，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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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改，拉拉直，拉拉直，拉拉直，这个拉拉拉拉，他们俩拉拉，他们两个要缠绵，要缠绵，不行不行，这个要先翻过来啊，这样才能有，这样才有 feel， 对吗？先让他翻回正面，先想办法把他翻回正面好了。那很难翻欸，这人很难拉，好不好？你以为很好拉、啊？就是他们两个刚可以抱在一起了，好了，这样了，这样了，然后拍张照，拍张照，好不好？真的拍张照。笑嘻嘻，好，我们结束了这个无聊无聊的拉人活动哦。有打撞球，可以打撞球。好，来来几杆，来几杆，有很久没打。打几号球？他外国都是打，就是打分数的，不是不是，打分数的九号很难，所以外国人通常都打分数。外国人叫混蛋。蹲蹲蹲，奇怪，都开枪，把他拉到撞球台那边去了。好，他打撞球。我没有办法把他拉上来。是有点困难，应该没有办法吧？上不去，怎么有音乐声音？好，进去那个门吧。背景音乐吧，应该是。就那个等电梯的那种音效。你这样慢慢走过去没问题吗？这边没人，这边没人，没人，没人，是吗？我要 RF radio， 好，那是 radio， radio 就存档， okay， 好，蹲，有人，有人，我觉得那个机器一定会叫，对啊，那个机器会叫，有两个人是不是？只有两个，好，两个，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厉害了，就是越来越，也是我在的关系，没有这回事，那两个不会动啊，好，不会动。不会动就不用理他们了。With a few clicks, I had deleted April from the database. 哦，这是其中一个小任务了，就是他刚刚有要、就是、有委托啦。对对对，你说那个机器会叫是不是？应该会哦。那我是不是应该你绕那个红色的那边，红色的门那边？哎，等等，这里有 iPad。iPad 智能电脑200经验。所以收集完了会怎样？就会变智障。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了、啊。你觉得我应该走过去吗？你就走，你就走了，你就走，是不是我出来就赶快走 ？Storm's a real doozy, ain't it? Damn weather. 好像不要到光下面了。光下面。我还是要绕过去啊，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怪怪的，顺进去好不好？可以吗？不能，不能，我没有办法顺过去，没有办法顺过去。完了，赶快冲！Wow, did you see that? That thing almost struck Rose, I think I found an access card. Go back to the stairwell.